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在这个五祖大师给六祖讲这个《金刚经》，讲到你不要着住到这个情上，也不要着住到这个爱上，也不要着住到空上，也不要着住到有上。你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这六祖大师啊，在这个时候赫然开悟了。这个大悟是啊，彻始彻终，明白这个深般若的智慧。因为他明白深般若的智慧，所以才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他呀，才知道这个心生万法，也万法唯心，一切万法原来都是自性所现，随起合唱，随着他就对五祖大师说了：“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哎，他说何其，我真没想到啊，这个自性啊，本来是不垢不净的，本来就是清净的。这个清净说不垢不净，怎么又说清净？说清净就对着不清净而言。有这个清净啊，这个清净就是本体那个样子，因为它没有其他的名称可以代表，所以呀，就啊用一个清净来代表了啊。这个清净并不是啊有染污然后而清净，这个清净啊是本来就清净的。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啊！我真想不到啊！自己这个本性原来是不生不灭的啊，本不生灭，因为众生有所执着，才有生有灭。要没有所执着了，生灭又从什么地方生出来呢？又灭到什么地方去呢？生灭也就没有了。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哈！他说：“我真想不到。”这个自性啊，原来就是啊，具足无欠无余的，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啊，在佛的份上也没有添了一点点，在众生的份上也没有少了一点点，可是啊，在这个众生，哈。就自己不认识，为什么不认识呢？就是被搅和尘了。所以呀，自己本有的家珍自己就不认识，就啊，舍本逐末，舍这个根本而追求这个末梢，追求一切的物质的享受，追求。啊，一切
虚妄的快乐，追求一切啊假名假利啊，真是太笨了，真是太愚痴了啊！现在才知道自性具足一切的本自具足啊，可其自性本无动摇啊，一切的众生颠颠倒倒没有定力，可是在这个自性呢，俺们人人的自性，这不是说六祖大师的自性是这样子，所有的众生的自性都是不动不摇的，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平等平等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呀，啊真是想不到，这个万法原来都是由自性生出来的啊，这自性啊包罗万有，以前我真想不到，所以呀、啊、现在呀、啊、竟然得到了，竟然呢证得这种的妙理了，所以呀、啊、这是真是妙不可言。足知物本性，未会能远，不失本心，小法无益，要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是佛。五祖大师啊，听见六祖这样一讲，他就知道啊，这六祖已经开悟了，已经认识本来面目了，已经知道自己的鼻孔是冲下呀，还是冲上啊，已经知道这个胳膊呀，这个手冲下指是正啊是倒啊，冲上指是正是倒啊，请起来问你们各位，这个手冲下指是倒啊，冲上指是正啊，是冲上指是倒啊，是冲下指是正啊，啊没有人知道这个道理。有一个新来的人呢，他就说他知道，但是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根本就没有一个正，也没有一个道。这个六祖大师对这些个问题呀、啊，他清清楚楚了，五祖大师知道他明白了，未会能越就对呀、啊，在这个袈裟里边呢，对这个六祖又说了，不识本心呢、啊，要不认识自己的本心呢、啊，小法无益啊，小法没有益处。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啊，要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你要把这个心认识了，这个大地连一寸那么多的土都没有了，都变成什么呢？都变成黄金为地，七宝庄严。那我看这不是吗？当然你看不是嘛，你没有认识本心嘛，你没有认识你自己的心，所以你看就不是，认识心了看就是。你好像你戴着眼镜，这个眼镜子是红色的，你看人就是红色，这要是绿色的，你看人就都变成绿色的。你这个眼镜子是个黄色的、哦、你看人通通都是黄的了，这一切都是黄的了，因为你没有认识你这个心，
所以看这个大地都是土啊。怎么大地都是土？因为你自己里边那个土太多了。你里边什么是你里边的土？就是你那些个妄想杂念，那都是土。你要没有妄想杂念，这个世界也没有尘土。小法无益，你不认识自己的本心，小法无益。要识字本心，你要认识你自己的本心是个什么样子啊？见字本性，你看见你自己的本性是什么颜色？是青黄赤白黑呀、啊，还是啊长短方圆呢？是个什么样子的啊？说有一个样子，这又是一个比喻，根本没有这个样子。但是没有样子，你要认识它才知道。你没要不认识它，你不能啊乱讲。鸡鸣丈夫，你要是认识本心，见自本性了，这就是一个大丈夫，也就是天上的是一个导师，人间的一个导师，也就是佛了。咱们现在呀、你要能认识自己的本心，见到自己的本性，那就是因为众生本来是佛，佛也本来是众生来的，咱们众生本来也就是佛来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有成佛的机会。你只要认识自己的本心，见自本性，就有这个资格。要是不认识本心，没有见着本性的，那还要啊多多的研究佛法。三更受法，人静不知。在这个晚间呢，正在这个半夜的时候，半夜就是三更天的时候，受法。六祖大师啊，得五祖传授给他这个疑心印心这种的妙法，人尽不知。这个时候啊，五祖大师便传顿教及衣钵曰：五祖大师啊，在这个内无心之，外无人之，乃至鬼神也不知道，就把这个顿教的法门传给了五祖大师了。和这个衣钵，衣就是这个袈裟，钵就是啊用的化缘那个钵，云就说了：汝为第六代祖。说现在啊，你就是第六代祖师啊。到这个地方你们想一想，这小佛法呀是要认真脚踏实地去实行的，不是啊小口头禅，说小我学的会讲经了，我学的会说法了，我学着会没有个理由辨别出个理由来了，说哦这也不是真也不是假，这没有真没有假，这才是中道了义啊。学着一些口头禅，实际上呢实行一点也没有啊，总想要争第一啊，总有一些个妒忌障碍，那就得不到做第六代的祖师了。
好像那个神秀，他那一般人呢都把他捧得高高的啊，以为啊这个第六代的祖师一定能啊得到首领啊，所以啊就预备啊他这个心腹党徒来啊给他各处探消息。如果五祖大师把这个衣钵传给某一个人呢，先就把他杀了他，先就想把他杀了。所以这个五祖啊，虽不知五祖是个明眼的善知识，他一有这种心呢，他早就知道了，所以我秘密的传，把这个六祖啊传出去，我不叫你知道，你知道你就想给我杀了我。这个我的偷偷的我传给人啊，所以在三更天的时候人尽不知，谁都不知道，便传顿教吉一波就吩咐说，你就是第六代祖师了。为什么传给他呢？就是因为六祖大师实实在在的行菩萨道，给大家来这个种米，来呀种这个米给大家吃，帮着大家来用功办道来修行啊。好像啊这个道场里边呢，咱们这虽然没有那个种米的队，但是都有厨房，这个做厨房的人呢，这也是行菩萨道，他做饭呢来给大家吃啊，他变着方法好做的很好吃的可是我吃了也不知道好是不好，因为我也不管他没有时间呢来研究这个吃的问题。所以呀、我今天问这个过前，说是你吃嚼着有没有味道没有，他说他没有功夫我说他为了避嫌忙的没有功夫了他就这个行菩萨道的人呢，就是帮助人，无论在任何的场合里边，你能帮助人呢都是菩萨道。你不要障碍人，你要啊君子成人之美，人有什么好事啊，好像今天我说有几个人出家啊，问问有人反对没有，我相信大家没有什么哪一个人反对，所以啊这都是成人之美，不反对人出家，谁出家我都赞成。那么说你又反对呢，我这个反对啊我是怕麻烦，因为我要收了不好的徒弟，将来说这是谁的徒弟啊连的我都没有面子了，所以我要反对。你听清楚了吗？所以我要反对，但是因为大家都赞成，我一个人反对这也要通过，也要通过了因为就我一个人就不出，多数票通才这个是决定的，我单单一个人也所以也就没有用的。那么这个六祖大师啊很容易就得到一个六祖的这个祖师的地位了晚间也没有人知道，所以也没有人反对。五祖大师也不问说你们大家赞成啊是反对，没有问，所以也没有人反对只要五祖许可就可以了善资护念呢、说你呀要好好的保护这个衣和保护这个钵呀，这是由释迦牟尼佛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广度有情你到世间上去广度有情，所有一切的这个人呢你都应该度他们，留步将来你把这个佛法留步到近未来际，
啊，无令断绝啊，你看这个五祖大师说这一句话，无令断绝呀、这一句话我相信呢、五祖大师一定都要哭了啊，很悲哀的，很担心的，说你无令断绝呀。为什么呢？我知道这个五祖大师是这样，因为二祖啊，与二祖啊临到被人杀的时候啊，他说、到第四代的时候啊，这个楞伽经啊就变成名相了，就没有人懂了，所以他就哭起来。那么现在这五祖大师啊说无令断绝啊，这个时候啊心里也有无穷的感慨，一定啊你也小心啊，要注意啊，不要马马虎虎的，不要拿这个事情不当一回事，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不要叫它断绝了。嗯，听吾寄言，你听啊，我给你说一首寄颂。由青来下种，因地国欢声，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这首寄颂啊有很多个讲法，由情来下种，就是啊因为我有一种的这个慈爱的这个情来啊种下这个种子，这个情啊就是慈悲，我有一种慈悲心的这种的感情来呀、种下这个种子，就是啊我把这个佛法传给你了，因地果欢生。那么现在因为你呀，我传给你就好像啊这个种子种到地下了似的，这个果呀就会生起来，生出来。无情即无种，如果要是没有人传给你这个法呀，这也没有这个菩提的种子。无性亦无生，没有性啊也就没有生，这是一个讲法。还有一个那个讲法啊，这个情就是啊一种啊感情也好，情爱也好，这有一种情爱啊，因为才啊种下这个种子，好像啊你这一般学佛法的人都是不是亲戚就是朋友，亲戚就有亲戚的情感，朋友就有朋友的情感啊。那么因为有一点情感，所以大家来学佛法，这叫友情来下种啊。因地果欢生，因为啊有这种情感种下这个菩提种子啊，要因为有个地，这个地啊就是一个地方，有个地方啊就会结果，有个地啊有一块地就会生出这菩提的果，果欢生，生菩提果。无情即无种，如果呀谁也不知道这个道场，也没有人来学佛法，这叫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也没有一个佛性，也不会成佛。那么现在啊我们的佛性也有了，也要成佛了，所以啊这个寄颂啊这怎么样讲都有道理，你只要认为它合乎法就可以的。祖福愿，这个五祖啊也又说了，说其达摩大师说，以前呢这个初祖达摩大师菩提达摩祖师出来此土啊，初次啊到中国来，人未置信，人呢都不相信，我之前没讲，我以前没讲
中国人看见印度人来了，就叫他摩拉到中国来了，都不恭敬他，谁也不认识，谁也不相信他。最初到中国35年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是个祖师，人家不信，故传此衣啊，所以呀、才传这个衣钵，以为信体，才呀、作为这个一个证据，一个证明，代代相传，相承，法在以心传心。那么这个衣钵呀，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其实这个佛法呢，就是要以心传心，节令自悟自证，都要他自己呀觉悟，自己呀证得。自古佛佛为传本体，自古以来呀，这所有的佛佛呀都传这个本体，本体也就是这个自性，世世觅佛本心啊，世世啊，这个相承也就成这个本心，一味争端，直辱误传呢、说这个一啊，是一个争的开始，由这个一啊，大家就要互相争了，你也想抢这个一做真的祖师，他也想偷这个一做一个假的祖师，因为什么呢？他偷去的啊。抢来的，怎么抢来的？好像这个神秀在五祖那个地方就想要抢，就想要强拍这五祖传给他法啊，这就有一种威胁的性质，甚至于你不传给我法，你传给其他人，他就其他人就死，我就叫他死，就有这种情形。所以啊，这叫抢来的祖师，抢来的祖师虽然是抢来的，但也是真祖师，要偷来的呢，那就是假祖师。这个一啊，在这个四祖那个时候被人偷过3次，五祖的时候又被人偷过3次，但是可都没有偷去啊，因为这也是一种菩萨的感应啊，不是他这样不方便就那样不方便，总而言之没偷去。在六祖啊，他管那个衣钵的时候被人偷了6次啊，也都没偷去。以后呢，这个衣钵被这个无灾天呢硬给要去了，所以以后传给谁就不知道了。所以这说一味争端，直辱误传呢、这个一呀、是一个争的一个开始啊，从你这儿就不要再传这个一了。如果要传此一，命如悬丝啊，你要如果呀还传这个衣钵呀，那个命啊就好像悬丝那么危险。怎么叫悬丝呢？就用一条线吊上一块大几百斤那么一个重的石头，这一定要断的嘛啊，这命如悬丝，那个命啊，那个生命啊，就好像悬着一根丝线那么危险，你看。所以说直辱误传了，不要传了。五祖啊对六祖说，以后就不要传这个一啦，这个一啊在这个教里头啊就有一种争夺的这种情形发生，所以说命如悬丝，如需速去啊，说你快点走啊，你快点不要在此地了，恐人害汝，恐怕呀有人害你。为什么呢？五祖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因为知道神秀这一班人呢，是如果知道五祖传法给旁人呢，他一定要杀了他。所以啊，叫六祖快点
快点逃跑。慧能祈愿啊，六祖大师啊对五祖就说了啊，向神处去，我到什么地方去呢？祖云，五祖就说了，封怀在止啊，这个怀呢就是怀济县，怀济县呢就是在广西那个梧州那个地方，在止说到那个地方呢你就停止，遇会在藏，你遇到这个会你就要藏起来，这会呢就是四会，四会是个地方名，现在叫新会，说到那个地方你就要隐藏起来，不要叫人知道了。慧能三更灵得衣钵，六祖大师啊在这个三更天，五祖啊把这个衣钵传授给他，云说了，我这个六祖就说了，能本是南中人呢、啊，说我是啊南中，南中就是啊南方人，这个广东人，素不知此山路，我平时啊也没有到外边去走过，这个山路啊从什么地方进来从什么地方出去我已经忘了，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可以走的，如何出得江口，我怎么样出得这个江口呢？五祖言，五祖大师啊就说了，说如不许忧，你不要担心不要忧愁，吾自送汝啊，我自己亲身我送你去，你就会知道路了。祖相送直至九江一边，这个五祖啊送六祖送到九江驿那个地方，怎么叫驿呢？驿就是啊在古来这个传达书信的一个站啊，好像八思站呢这一个站，这九江驿啊那也是一个交通的一个站，或者有信之类的，从到那个地方是一个总站，这九江驿。祖令上船呢，五祖大师啊就是十令六祖说你快上船了，五祖把橹，五祖自己呀、啊、就把那个橹，就是摆船的那一个那个橹，自摇啊自己呀、啊、摇这个橹来摆船。慧能言呢啊，六祖大师啊就说了，请和尚坐啊，说啊请和尚，这和尚啊就是也就是最恭敬的一个称呼，和尚啊，这个上本来是上下的上，就是最高尚的一种人啊。和尚，弟子何摇橹，是吧，这个和尚也就是师父的意思，是吧，师父也就是方丈的意思，方丈和尚啊，就是请你呀、啊、坐下，我来呀摇橹。祖云，这个五祖说了，何时吾渡汝啊，说应该我渡你呀 啊，这师徒两个人在这儿客气起来了啊，客气说应该我渡你。慧能云，六祖大师就说了，说迷失师渡啊，说是的，应该师父渡徒弟，但是徒弟啊要迷的时候，迷的时候就是没有开悟，没有啊得到自性的本体，这个时候应该师父来指示啊，修道用功和开悟啊，不要怕腿痛，怕腿痛就不会开悟了啊，也不要怕辛苦，怕辛苦也不会开悟啊。所以五祖六祖大师在黄梅那个地方种米，天天都是辛苦的，那比任何人都辛苦，要不辛苦他就不必啊腰上再拖用一块石头来帮忙啊，
在这个六祖大师钟米那个坠妖石啊，现在还在湖北那个平茂山呢，那个东山禅寺那个地方是保存着的，那上刻着这个慧能卢居士钟米的坠妖石刻的这个字啊，他说悟了自度啊，所以开悟了之后啊，就应该自己度自己，度名随一啊，度这个名字啊，虽然是一个都是个度，可是用处不同，这个用途啊是两样啊，师父度徒弟，徒弟度师父，这用途啊不同的。慧能生在边方啊，说慧能我呀生在边地下贱的地方，那个最没有知识那个地方的一个人啊，所谓乡下佬，语言不正啊，讲的话呀这个语音呢也不正确，不是国语啊，一讲广东话广东坑的你死啊，没有人听得懂啊，言语不正。蒙师传法，我呀得蒙师父你呀传给我这个佛法的心印妙法，今已得悟啊，我现在啊已经是得到开悟了，这是真开悟，不是像现在的人没有开悟说我开了悟了啊，没有啊成正果说我正了果了啊，各处去骗人。智和自度啊，自性自度，我啊现在啊是应该自性自度，这五祖和六祖现在这也叫打讥讽，所以他说啊何是我无度汝啊，应该我来度你。六祖大师就说迷失失度，悟了自度啊，所以现在自性自度，我自己度我自己性，足云入世入世。五祖大师听他这么样讲啊，这个徒弟真是先得我心了，真是知道我的心了，先得了我的心了啊啊，于是乎就说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的，你讲的对的，对了啊，韩光先讲对了对了对了啊，这是对了。各位听到没有，自性自度，就是啊你没有明白诵楞严咒的时候，要有人叫你诵楞严咒，你已经会诵楞严咒了，叫你自要你自己叫自己诵，不是啊人家勉强你说哦你要诵楞严咒啊，你自己还要叫人这样子去叫啊，那就不是自性自度了，你不必人家去勉强说你叫你去诵楞严咒你就诵楞严咒，这就是自性自度。你没有明白念经的时候，要有啊那么一个师父叫你念经啊，至于你把这个经学会了，就应该你自己念，不是说师父哎你今天念经没念经呢啊，不是这样的。好像这个拜经啊，听说拜经啊，智者大师在天台山拜十八年楞严经啊，又拜法华经啊，然后就开悟了，他们大要也想要开悟，所以呀、啊、也就天天晚间就拜起经来了啊，每天晚间拜法华经哎，这个不论想开悟不想开悟，这总是一个好的，这也叫自性自度。那么还有你有烦恼，师父叫你哎不要有烦恼啊，
这烦恼是有火气最伤身体的，你要把它变过来，变什么呢？变菩提。那么叫你这个方法你要自己变呢，你要不变那还是不是自性自度。你变了啊，师父叫我不要生烦恼，当有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我也像没有那么回事似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镜花水月嘛，镜中的花，水里头的月，没有实在的。入幻入化，入梦入露啊，你这样一想烦恼也没有了啊，烦恼没有了。你烦恼遇到警戒，你看得破放得下，烦恼没有了，这就是自性自度。还有你有一些个毛病，什么毛病呢？愿意抽香烟。这个师父说是抽香烟是对修道上是最没有益处了，你要把它戒。所以我有一个徒弟就说试试看啊，那么果然呢就把它断了。这一断这就叫自性自度了啊。有一个人学佛法欢喜喝酒，学了佛法之后要把这喝酒的习气要断了。你要断了这就叫自性自度，没有断那没有自性自度。说那我迷着没有开悟，你要断了就是开悟了，你不断所以就是迷。开悟不开悟在你自己那个地方，你自己明白这个不对的事情不做了，这就是开悟了，这就是自性自度。你要不明白，说我吃迷魂药啊，这个法师他说吃迷魂药不好，我吃多一点，我加一倍，这样一倍沾事啊，再加倍。我以前我吃一粒，现在我吃它五粒，看看大事，这功效大一点，一定会开悟的啊！吃大一点，毒死了，啊，连命都搭上了。所以呢，这就叫没有自性自度。你能自性自度，就是啊，自己在没有明白佛法以前。不妨做糊涂事，明白佛法之后切记不可以做糊涂事了。你再做糊涂事那就是佛教的罪人了啊！佛教罪人怎么样？将来堕地狱，一点客气都没有了。因为你知法犯法，罪加三等啊！你知道佛教是不应该做颠倒的事情，你还做颠倒的事情，这就一定下地狱的。你做你下地狱，我做我下地狱，他做他下地狱啊！任何人呢也不能避免的啊，除非你不做啊。所以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是自受啊，旁人呢不能代替的。百千劫，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你所造的那种业啊，无论杀业、盗业、淫业、妄语业、酒业，这杀盗淫妄酒啊，你造的什么业，将来就受什么果报的。所作业不亡，那个业要不能啊死的话啊，不能没有的话，因缘会遇时，这个等到那个因缘成熟了，果报还自受，这个受果报啊就是自己受的。咱们现在讲这个自性自度，本来啊不是这么简单的。自性自度啊就是要你呀、把你这个迷悔也都断了，把你这个愤呢都除去了，不要有一些个愤在自己的这个自性里边，这就叫我自性自度。你要自性里头愤除不净啊，
那你就是没有自性自度。什么是自性的分呢？就是你那个颠倒妄想，你那个无明烦恼，你那个有漏的这种的习气，这都叫啊自性的分。你要能把它收拾干净了，那你就叫自性自度了。现在说这个不是在本堂听经的，是我在其他的地方呢也讲这一段经。我也是这样讲，说将来呀，你造罪业就一定堕地狱，我造罪业也堕地狱，他造罪业也堕地狱。有一个人呢就很反对我这个说法，说这个法师你讲这个这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地狱在什么地方啊？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啊，怎么会堕地狱呢？即便有地狱，我也要试试看。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试试看，你不试试一定会堕地狱，你试试更会堕地狱。为什么呢？你看见那一些个堕地狱的人没有？他们都是试试看试进去的，所以到现在呀，想要出也出不来了。那么我还希望啊，这个愿意堕地狱的人不要试试看。那么尤其那么自性自度，什么样人会自性自度？什么样人呢？什么样人都可以自性自度，但是要有智慧的。也换一句话，也就是有智慧的人才能自性自度，要愚痴的人就不会自性自度啊。这个愚痴的人不但不能自性自度，就是啊有人叫他自性自度他也不听的啊。好像那个狗，你如果叫他，你说你不要咬人呐，但是他见着人他还是咬，你打他一顿，再见着人他还是咬。为什么呢？他就是那种愚痴的性的，不懂人性的。那个猫，你叫他不要捉老鼠，是吧？这个老鼠啊，你要戒杀放生啊，你不要捉老鼠去啊，他再见着老鼠还一样做啊。那个老鼠，你不要叫他不要偷东西啊，到时候他还要偷东西吃啊，偷着抽香烟，偷着喝烧酒，这都是一种这个不明白的人。真正明白人就不会做糊涂事啊，真正糊涂人也不会做明白事。所以呀，这个自性自度，凡事要自己去呀，去自己的毛病。这个师父啊，不能天天看着你，不能说哦，你走一步，师父跟一步；走两步，跟两步，看着你啊，不要做错事啊，不是这样的。这自性自度，大大概概的意思啊。是这样子，要详细说那可无穷无尽，尽为来际说不完。以后佛法犹如大行啊，以后的佛法呀是由你身上啊来发扬光大呀啊。如去三年，你走了三年之后啊，是啊，我就因为我这个法已经传出去了，过了三年之后我就要往生入涅盘了。如今好去啊，你现在啊
好好的去向前去努力精进啊，这个时候一定也告诉切记切记，你不要懒惰的，你要懒惰呀那就没有用喽。这五祖啊也一定说过这话，所以叫好去不要坏去啊，你不要坏去啊，要好去啊啊，就是叫你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吃迷幻药，要自己把自己的这个粪都除去啊，要好去，好好的，不要弄坏的，把你身体弄坏了，你想修行啊也不能修喽。啊，讲这话有一个人不愿意听，你不愿意听我也这么讲。好去好去，好好的去，努力向南呐、啊！你努力呀、啊，向南方去走去，好好的，不宜诉说呀。你呀，要韬光晦霁，养精蓄锐。韬光就是把你的光啊收起来，不要净放光，不要啊令你的光啊被人看见啊，你把你的光收起来，晦霁你呀藏起来，养精蓄锐，就好像那个军队似的，你养啊养成了一支这个精锐的部队啊，将来呀啊战无不胜，攻无不取，你和谁一作战呢就打胜了，你一攻城呢就把这个城业给攻起来，这就养精蓄锐，不宜诉说，不要你得到法就赶快我去弘扬佛法了啊，教化众生了啊，佛法难起，佛法呀从难的地方才能兴起来啊，越难这是啊越好，所以你们那将来到台湾受戒去啊不要怕难啊，最好他那个他们做不到的事情你都能做得到，不是打人呢 啊不是说人家不打人你就打人，人家不骂人你骂人啊，这个不是要这个，要怎么样，要给你们美国人做一个榜样啊，叫中国人都向美国的和尚来学习，好、哦、啊，所以啊那就是啊你们的光荣了，你只要不怕苦就可以的，你要怕苦啊懒惰啊就不可以的，佛法是从难的地方兴起来，越难越好，所以我们这个一天到晚这么样子辛苦，这些很难的啊，很难的你做得到，那你就是开智慧，慧能慈为足矣，发足难行，人月冲天是大于灵，无足归数日不上堂，众疑亦问曰，和尚手病着脑烧，曰病既无依法已难矣，问随人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乃之言，足后数百人来欲多益。六祖大师辞别呀、啊，是五祖啊，离开五祖啊，这叫违，就是违背啊的意思，就是没有啊在五祖的面前来啊
亲诚供养佛祖，所以这叫慈悲。乙，这完了之后，发足南北。于是乎啊，他就向南边走去了，从这个平茂山呢，过了九江驿，这向南边呢，回广东来了。两月中间呢，经过了两个多月，至大余岭，到这个由这个南雄和这个广东分界那个地方，大余岭。五祖归数日不上堂，五祖回去之后啊，回到他自己房里啊，很多天也没有上堂给大家说法。这个上堂啊，说法也上堂，那么过斋堂去吃饭呢，这也叫上堂。众疑亦问曰，正这个大众啊，都生了一种怀疑，就到啊五祖那个方丈里边去问去了，说和尚少病少恼法啊，说方丈和尚，你没有病吧，也没有生什么烦恼吧？啊，曰病即无，说病啊就没有什么病，依法已难矣啊，这个我这个衣钵呀，佛法呀，已经向南走去了，向南方啊传去了，你们现在啊大家可以都散去喽，我啊现在我这地方没有佛法了啊，我要休息了，要退休了啊。问随人传授，这一些个弟子啊，就问了，说是谁得到这个衣钵了，传给谁了？曰能者得之啊。五祖说呀，最有能力呀，最有本领那个人他得去了，有能力还有很大的本领那个人，谁有能力谁就得去了啊，能者得之。那么在当时啊，众乃之言，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啊得到这个依法。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当时啊有一些个人也不是很愚痴的，都有一点聪明。这五祖说能者得之，那么其中啊就一个法如师，前一开始我讲的不有十个五祖传给十个人，叫他们十个人各处都各在一方做一方的法主，其中不有一个法如师。这个法如一听五祖说是这个能者得之啊，他说哦，这是广东那个葛僚啊，广东那个葛僚卢慧能居士，他得去了哇，这也奇怪了啊。大家在下边就又反对啊，不行，这样子怎么可以传给他呢？咱们大家后边去追，把他抢回来啊，把他抢回来。于是乎啊，哦，祖后数百人在这个后边呢，就追赶呢，来撵赶这个六祖啊，有数百人。你看你这个势力大不大？有几百人那么后边追的啊，欲夺衣钵呀啊，想把这个衣钵抢回来。一僧徐姓陈，名慧明，兼是四品将军，性情粗躁，即参巡，为众人先趁机会能
慧能知下依薄于时上曰：此以表信可立争也，能引草莽惠明志踢戳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已来。各位你们想一想啊，这个五祖把这个衣钵传授给这个葛僚了，所以这些个人呢就都抱不平了，这怎么可以传给他呢？这个这太是俺们是跟着小这么多年都不传给俺们啊，这个是大要无祖头脑不清楚了，所以不知道怎么样子就传给这一个葛僚的人。他怎么可以做第六代祖呢？俺们一定要把这个衣钵去抢回来。于是乎这个神秀这个党徒就有几百人就要去啊，用武力来解决这个这衣钵的问题啊，说是这五祖传错了，不应该传给他所以啊，在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呢在家的姓啊就叫姓陈，他的名字就叫慧明。以前呢他做过四品的将军，四品的将军也不大也不小了性情粗糙，他的性情啊非常的粗粗。怎么叫粗呢？就是不斯文，就是没有一点学问的样子都没有，是一个大粗人中国有一句说大老粗，就是那种呢大老粗啊，一点学识也没有一讲话就是骂人的除非不讲话，一讲话先骂人骂完了你要不听他就打就是这么一把手。但是他力量可大，这个人呢这一拳呢几百斤的石头他可以打碎了，所以因为他有这么大的本领，所以做到四品的将军他生来又生了一个特别的技能。什么特别技能呢？这在中国人叫飞毛腿，腿上生了很多毛，跑路跑得非常快一天呢他就可以跑200里路，普通人呢一天走100多里路他可以走比这个人快一倍，所以他有这个本事，即参巡呢他就这回他发了性，我一定把这个衣钵抢回来，这抢回这衣钵一定就是我的了，谁力量大就是谁的他就想去抢这个衣钵。极易参巡呢就是尽量啊他尽快的跑，比众人先跑到这个几百人头里去了，趁机慧能你说就给他撵上了，追到慧能。慧能一看后边这个大老粗跑上来了他当时心里也有一点恐慌了，虽然他得到法了但是没有，他是修刚刚修这个法呀，没有很大的神通，所以他就有一点恐惧。于是乎这慧能六祖大师就把这个
衣钵呀，支下，支下就放下了，放到石头上呢，与石上，支下衣钵与石上，啊，就把这个衣钵呀放在这个石头上了。月就自己呀，对着虚空就讲了，对虚空讲了，讲什么呢？是此衣表性呢，说这个衣钵呀是一个证明，一个证据呀，一个征信的东西，可立征也，怎么可以用这个武力来争夺呢？不可以用武力来争夺吗？啊，于是乎冷饮草莽中，六祖大师啊就隐身到那个草里头了。草莽啊，也就是那个草长得很深，那里边呢，人都看不见，草莽中。慧明智，这个大老粗啊，这个四品的将军呢，到这儿来了，提戳不动，在这个石头上拿这个衣也拿不动，拿这个钵也拿不动，啊，看见这个衣钵在这个地方就拿不动。你说他怎么拿不动呢？啊，为什么他拿不动呢？他那么大的力量，他可以一拳子把这个衣钵打碎了，把这个钵给打碎了，啊，把这个衣也给撕烂了。但是他那么大的力量，拿这个衣那么轻也拿不动，啊，拿那个钵也拿不动。这就是默默中有一种护法，天龙八部在这拥护着这个衣钵。所以他虽然有大力量，但那也英雄无用武之地，没有法子用出来他的力量了，所以就提戳不动，拿不动这个衣钵。乃幻云呢，他就啊叫了，啊叫就说了，说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说你这个一个修行人呐，这个行者也就是修道的人，你这个修道的人啊，修道的人，我为法来呀，我是为着佛法而来的，不是为着衣钵来的。他拿不动，所以这么说，要是拿动他也就拿跑了，还理你这么三七二十一的，什么也都不理了，就拿走了。他因为拿不动，所以就自己想，哦，这是、不是去寻常一件事，这抢不得，这个东西抢不得，所以就自己醒悟了，哦，那我向他求法喽，我这拿衣拿不动，我也请法喽，所以就说，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呀。为什么说这个人呢？他不是真为法，他本来是为的这个衣钵，啊，有什么就是证明这样讲他呢？因为如果他真要为法来的，他就不会先去拿那个衣钵，你想对不对？他应该先就说，行者行者，我为求法而来，不是为抢衣而来呀，他应该不先拿那个衣钵，这样的呢他才是真正求法。那么现在他先拿这个衣钵，先来抢这个衣钵，抢不拿不动了，啊，一转身呐，我这回来的先来了，抢衣钵也抢不到手了，那么我求法喽。于是乎叫行者行者，我为法来，非为衣来。你们大家说我这个见解是不是合逻辑？是不是合逻辑？逻辑？是这样的，我相信没有在座人，没有任何人反对我这个意见，并且根本也就没有办法反对，因为我这是合逻辑学。